出差住公司订的酒店，竟有个陌生女孩和我一个房间。你好，你的房间274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录了。哎 ，OK。174，这不174吗？什么玩意儿？男的。不是174吗？对呀。是啊。你看，这是我订的，就是我们公司出差订的房间。嗯。对，174，174。对。没错呀。嗯。你怎么有房卡？你是哪个公司的？有互娱公司的。啊，我也是。嗯、你也是。啊，你是哪个组的？我三组，三部的。啊，我是二部的。二部？那不对呀、啊，他说跟我一块出差的是男孩，跟我一块住。男孩？对。我像吗？啊。那。要不你先把东西。啊，我对我先把行李箱放进去行吗？行。OK。那个啥，我人就那啥，不去了，是不？你进来吧，先。能方便？行行行，好。他出来也没告诉我是跟女孩儿。哎呦，你先坐吧。坐这。要不你先发消息，你问问咋回事呢？应该行吗？行，我问一下。嗯。我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公司发的福利。